中秋连假，双铁拢加开列车疏运，严格受到疫情影响，民众家己开车较济，双铁人潮无介济。配合定兴五八馆推出国旅馆加印放馆，总比今仔日早起宣布登记的细节。最近才开学，严格各校囡仔写作业时阵会偷闲，互家长怀疑不爱教，甲全是超标。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九月十七的公司暗时新闻，我是陈世东。新闻一开始来关心，明仔开始就是连续四天的中秋连假，台铁甲高铁拢加开列车来疏运，也毋过受到疫情影响，民众是以家己开车较济。今日一波开始，国道五号已经出现了单海这车条，一度是塞车到南港系统。国光局分析讲，这塞车的状况恐怕会继续到深夜饭店。国道五号路南路段伫拜五中昼过后车就真侪，到尾暗啊比去年中秋节同期增加四拍车流，可能会塞到半暝。北区、都会区下晡也开始塞车，高公桥高算连续假期四天当中，路南车流会集中伫个前两天早起，上班会落伫个后两天个下半工。连假第二天，如果你想要南下的话，建议尽量利用下午的时段出门。那后两天呢，也就第三天、第四天，北上的民众们会建议利用上午的时段出发。受疫情影响，大部分的人拢家己塞车，双铁的人潮明显不如过去中秋假期的人多，不过也是维持高规格防疫。但校区梅花座车厢禁止食物件，双铁所列车在中秋疏运期间，只卖对号座，无卖客票。疏运期间，我们已经售出了29,900多张的车票。那整体的运能，我们是预估，在较109年中秋节来讲，整体的运能预估是下降30%左右。另外，国道客运五月中开始，因为疫情紧张，民众减少出门，即摆中秋假期旅客小可回流，业者甲旅游平台推出折扣抢客，连续假期也适用，希望能在后疫情时代将旅客找回来。因为快一年没有看到我爸妈啦，对啊，所以就是有这个机会，然后现在又稳定，然后算疫苗也都有打了，那就觉得说好，那就回去啊。端午年假那一次的一个售票情形大概是1%多一点，那我们这一次的预售情形累计的话平均起来是40%。公路总共五个连续假期，会有一波出去佚佗的车条。苏花街所有往花莲路段，一直十八透早两点开始，就出现路南车条，会继续到下晡3点了后才会疏解。连续车侪时间可能有13点钟，民众应选择避开，出发进前先查路况。记者综合报道。中秋假期内底，为着避免观光景点出现伤济人潮，各县市拢有防疫的管制措施。高雄市府甲电信业者合作，推出了人潮的这警示系统，会当提供予游客查询这现场的人潮。屏东这个万峦的猪脚街会做这交通管制，避免塞车。而台东绿岛的这居民欢乐人潮会拓开，予这疫情拓开。官府嘛伫个湖港这渔港设置快筛站，予这游客当用船票来免。拍开网页，点进去的景点，就能看到人潮状况。为避免四天中秋连假，景点人伤过多，塞车，搁有防疫的风险。高雄市府甲电信业者合作推出旅游人潮警示系统。红灯表示现在的人流略多，已经达警示状态，可以请民众评估调整自己的行程。如果是红灯的话，代表景区的人流即将过量，现场会进行管制。这套系统会以通信加 AI 技术对七大开放式景点做人流分析，和民众查询避开人潮。另外，屏东万峦猪脚街若到假日都真侪人来买猪脚，为避免人挤交通塞车，搁造成群聚，在中秋连假也要做交通管制。包中路及永和巷之间的民和路段，在四天连假上午9点到晚上7点，公告划设为行人徒步区，禁止车辆通行。同款，游客真侪，台东绿岛居民烦恼人潮带来疫情，希望登岛旅客爱有快筛或者是疫苗证明。不过中央并无强制快筛规定，有游客买票时被要求出示证明，有诶无被要求，和游客积极客运业者可能也无做好配套措施。规定要有快筛证明才能进入绿岛吗？
或者是好，这边没有规定，没有强制嘛，那我坐船到了绿岛，啊，绿岛那边就说你要有快筛证明才能让我入岛，那我是不是就白坐了一趟？台东县府强调，中央无强制民众快筛，地方也免强制游客做快筛。今年配合绿岛居民的请求，伫码头提供游客自愿性快筛服务。目前大部分的人拢愿意配合，国际呼吁要去绿岛游客上好用快筛做疫苗，共同防护绿岛安全。记者综合报道。中秋节的这柚啊，加做卖甲真旺的水果，和国外这消费者是真介意。伫个今年一月到九月内底，全台湾外销是已经超过6600吨，是比去年同期增加这70%。卖去香港的这订单有增加，也毋过嘛出现了仿冒的这状况。有过量的这相片，和香港的这水果商客去用，农会嘛发现讲公文和仿冒，即马考虑要采取法律行动。阮单摕起确保外观是最符合标准装箱，放起咧棚仔前，确认有够当只当出货。中秋节到啊，阮单的销量真好。去年大概就是两千箱左右的一个订单数量，好啊，今年又多了1000箱，好，1000箱3公斤的，好，所以今年就整个也是在大幅的成长。今年一月至九月中，全台湾总外销产量是6648吨，甲去年同期比起来增加2790吨，等于是销量成长70%以上。本台外销前三名是中国、香港一个加拿大，其中中国香港今年的销量无受到疫情影响，颠倒大幅度成长，香港增加2倍以上的销量，不过也出现假报的。码头高龙所翕的相片去香港水果商偷用，码头龙会也发现家己公文竟然也被人偷用。这个公文就是证明这个文旦是保证65年呐，哈。那后来我们发现那个公文，事实上农会没有发这个公文。台南市全台湾文旦上大山区，尤其是麻豆的面积上大，有847公顷，反而影响到形象，麻豆农会有可能要告，市长完了支持，阿妈靠近农民，唔通为了外销拦着来路不明的文旦。商品的部分，我们还是要透过管道去跟香港政府反映。荷兰指控的香港水果商王阿夏文章回事的认定是双方误会，不过强调相片是台湾的古龙，为了避免一挂议论，所以公文甲相片拢提落来。农委会国际处是讲，公文去予人变作偷用是头一个听到，未来有类似的情形，除了和受害农民法律的协助，也会甲当地政府来参详因应对策，建议海外消费者唔通买来路不明的产品。你做记录，会当向台湾驻外单位还是外部协会反映。记者综合报道。配合定兴五八馆推出的国土馆和易放馆，拢伫今仔日17日正式宣布登记的细节。国土馆是1000块，配是这个配合的票馆内底金额上大，数量是120万份。一日10月12日开始，每一个礼拜二再起来抽出。易放馆甲去年同款是600块，今年有这300万份，全国这艺文场所甲艺文店家拢会使用。本土疫情爆发了后，真出名的风景点无人行到。为了改变观光的局面，吉隆坡观光局特别推广120万份名额1000块的国旅馆，要伫中秋连假过了后，9月22日后礼拜三，甲进行五百馆的平台同步开放登记。从10月12号、19号、26号跟11月2号，等于是每周二的10点半会做这个抽签，那每周会抽出30万份。你做民众抽到国旅馆，一定会当伫旅行、住宿、观光、游乐、合法温泉，拢总16000个店头使用。国旅馆无纸本，主要是用条码 QR code。廉政部所推出的易放馆，甲去年同款，分作数位甲纸本，名额拢是600块，要提供300万份，给民众抽签。避免那个去年那个126那个被排除的边缘人哈，那我们今年是用4次的方式，那每一次都会抽出75万份，其中包括60万份的数位券，然后还有15万份的纸本券。易放券的发行啊哈，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明啊。我们台南书店呢，去年收到的易放券的金额呢，竟然比3倍券呢，还多出了15%。不过最近立委王婉如伫面测讲，去年消费比例，册店出版差不多占60%，电影占25%，加起来都有85%。表演艺术产业刚才收到7.4%的易放馆，博物馆加地方文化馆3%，文资保存加社区营造2%，视觉艺术加工艺创造1%。进行家族票馆是不是会当促进影响严重的业变，拢受益，也有待观察。记者综合报道。
行政院长苏贞昌今日到立法院做基组人员兼一个三加十一的政策的专案报告，也毋过国民党真不满，无要予苏贞昌上台。专案报告指出，讲去年三月底开始实施基础版本的三加十一政策，指挥官陈时中伫个今年的四月十三邀请专家学者来讨论，决定实施加强版本的三加十一政策。即马行政院的调查报告出来啊。讲这指挥中心的决策虽然无分数的记录，也毋过无影响决策的有效性佮适法性。请让苏院长报告好不好？国民党团体票据无要退让，要求行政院长苏贞昌先回室内再当上台报告。针对五月疫情严重，外界讲这是中央放任基础人员检疫三加十一的政策，才会形成防疫漏棚。苏贞昌十七前往立法院进行专案报告，不过国民党做改议事，所以苏贞昌无法度上台。那既然这样，报告院会，我们现在休息。我们所有该给立法院的报告。都是如期限缴交送达，而疫情变化非常快速，我们都非常战战兢兢的准备，不到最后一刻都没有定稿。根据书面报告讲，三加十一加强版政策由指挥官陈时中召开会议定案。技术工会三月二日表示，技术员有九成技术无到正常生活，将近六成严重失眠，会危害到会安。所以陈时中伫四月十三邀集专家学者讨论，考量到迄个时阵连续六十天无便利，所以才决定实施三加十一的加强版。当然能够把话讲清楚最好。他自己会负责吗？他本来就是我负责啊。三加十一基础版为去年三月底至十二月底实施九个月，三加十一加强版是今年四月十五开始实施。两个拢要求基础员必须来进行三天的居家检疫，也加十一天的自主健康管理。按过加强版搁较严，唔呐管理上采用零接触的方式，机场专程封号，也搁用餐休困中间隔开。另外专用厕所三天居检 PCR 采检阴性，十一天的自主健康管理，一个电子围篱，航空公司的追踪关怀，按个报告无提起当初协调的缓缓。报告我们就尊重行政院的调查小组的结果，那未来也有监察院的调查，那调查报告，那我的态度都一样。院长自己怎么样请辞就好了。行政院的调查报告也出来，讲这三加十一加强版是指挥中心，就咱国的防疫安全前提下，兼顾到防疫强度，也甲避免防疫疲劳所做的决策。但是决策过程是不是有做书面记录，并未影响到决策的有效性，也甲适法性。记者综合报道。今日台湾增加这新冠病毒疫情被确诊，包括两个本土的跟六个境外，今日无这死亡的病例。离新北市幼儿园的群组感染，指挥中心公布讲是又增加五个 Delta 变异株，够128人在检验。另外，这礼拜有11例的这境外病例，病毒的接触力嘛拢是 Delta， 其中四个是已经注射 BNT 疫苗了后，又复位着。中秋节之前，一个疫苗来到台湾，咱国家己买64万剂 A Z 疫苗，一切下晡三点外由泰国运到台湾。前途好，行政院长苏贞昌也伫面试发文，咱国家己买108万剂莫德纳疫苗，预计暗时十点外会运来到台湾。总计一天有172万剂疫苗到货，后续的进行检验了后，再阁提供予民众来注射。另外，伫国内本土疫情方面，拜五十七新增加两例本土病例，拢是伫台北市。案例16226是70多岁女性，九月中因为其他原因就医采检而确诊。案例16227是20多岁女性，九月中因为胃病需求采检才确诊。有这个个案的男朋友甲家属，伫五月时阵拢捌确诊，即阵的疫情调查也继续伫进行，要来调查这个感染源。因为他验出来的 CT 值还有疫调看起来都比较像过去哦，所以我们还会再多采检，然后再验他的抗体来确认。得到新北幼儿园互相相会进行，经过检验，德尔塔变异株一个新增加五例，即互相相会确诊人数维持在33例，也有128人伫检验中。另外，最近一礼拜，境外移入确诊个案病毒基因定序结果也出来了，在内全部拢是为着德尔塔变异株，分别来自美国、日本、土耳其这国家，其中有8人无症状，有4人是突破性感染，全部拢是注射 BNT 疫苗。有突破性感染哦，这。目前有发现有4案，就是16113、16125、
16186、跟16201。依照指挥中心的统计，对七月到即阵有317名境外移入的个案，其中63例是突破性感染。另外，在突破性感染内底，有19例是德尔塔变异株。对着桃园机场地勤人员的基因定序，是毋是甲新北幼儿园同款？曾连雄表示，个案的全基因定序结果是还未出。记者综合报道。今增加两个本土病例，拢是伫个台北市，分别是因为就医甲陪伴病人的需求去做采检，所发现确诊的个案。因为两个人的CT值拢真高，指挥中心推测有可能是捌胃着的个案。另外，为着提悬老大人的疫苗注射率，中央即提供75岁以上的老大人注第二剂的莫德纳。台北市是5月18日对开放网络预约。17转台湾新增啊两件本土确诊病例，拢伫台北市，分别是因为就医甲陪病人的需求，需要采检才确诊的个案。按16226是一个70多岁女性，5月时阵捌因为同事确诊，互人隔离隔离，期间拢无症头，捌注过一剂莫德纳。最近因为要手术需要采检，结果是阳性 ，CT 值是38。另外一个按16227，伫5月时阵，原来有家属的男朋友确诊，暗过因为无做伙住，所以无互隔离。9月14注 AZ， 因为要去病院陪病人 ，PCR 采检是阳性 ，CT 值是33。那这两例的感染源还在厘清中，这两个个案其实他们的 CT 值的数值都比较大，那也已经。中央疫情指挥中心有说明说推测可能是比较较为之前的感染，那我们现在也是申请就是做一个抗体的检验。为了提升中辈的疫苗注射率，中央提供莫德纳和75岁以上的中辈注第二剂，由各县市卫生局组车来注。台北市得到4.1万剂，已经18开放网络预约，先以涉及台北市的中辈优先。同时，台北市政府原来规划要推广健康数位通行证，以台北通 App 显示订号来分组，是不是已经注过疫苗，再来等候中央会当点头。你觉得中央会不会给你来一个技术杯葛，不要让你赚美于钱，这个你回答就可以了。这个一定是他们先做，我们跟在后面，他不会让我们先跑的。任何一个时间，他只要同意，让我们借一借，随时都可以上线。疫苗的覆盖率不足，有人想打疫苗，还没打到，尤其有第二剂根本都还没打到，所以要通行疫苗护照，或是我们的绿色通行证，这些不是不可以做。只是时机点还未成熟。若是莫德纳疫苗，新北市有分到4.5万剂，9月18日会开始通知，24至25开始注。卫生局长陈俊秋是讲，包含75岁以上的长辈，拢总有4.2万剂，第一至第三类，也甲有新的负责人，注第二剂的有3000份。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目前的外送平台是 Foodpanda 和 Uber Eats， 相信占有这市场是拢真大。即卖经过公平会调查，发现 Foodpanda 限制合作的餐厅伫平台面顶即个刊登的即介绍，爱甲店内介绍同款，佮限制合作的餐厅袂使拒绝顾客家己去客即个订单，已经违反着即公平交易法。经过即3届的即委员会议的审议，决定是要处罚代票200万。葱油饼伫店底增加两面恰恰恰，佮配合真一种口味的调味料，是好食佮多样化。这是台北市内湖的人气葱油饼店，哪个下晡时间肯袂少上班族用外送平台来买。暗过公平会调查发现，普遍大限制合作餐厅伫平台看的广告爱甲店内实际介绍同款，而且佮限制合作餐厅袂当拒绝顾客家己提订单。已经违反公平交易法，决定要处新台币200万的罚款，按过店头前回无受影响。价位自由是有相对的提升，如果可以自由关闭的话，那是对店家相对有弹性一点。对，最近国内外送平台市场变化真紧，市场规模明显成长，尤其受疫情冲击，外送平台佫成做餐厅主要的销售管道之一。目前以扶贫大家五百亿的市占率相关，公平会表示，餐饮业者伫销售餐点后利用外送，或者是透过外送平台订餐的顾客时，原本就应将不同款销售管道成本反映伫介绍顶端。消费者应依照家己需求选择上适合买管道。按个扶贫大限制合作餐厅伫平台看的介绍，爱甲餐厅家己卖介绍同款，会造成内容顾客爱甲外送平台订买顾客共同分摊平台抽的钱。对店家来讲，
外用的，既然那个我没办法反映成本，那我只好把这个成本可能会转嫁到内用的消费者身上。选择顾客自取的，大部分都是既有的顾客比较多啦。嗯，他不会因为这样子而增加顾客嘛，所以等于是说店家自己在打自己。富平达声明表示，为避免消费者因为买方式不同爱加出钱，所以设乎店来介绍，选项给店家家己选择。选择店来介绍店家，用伫 App 得到免费专区行销甲设备标识，因为目前还无收到公平会相关物件，对详细发的理由也无了解，后续会依发的内容评估是毋是提起救济。记者综合报道。新学期才开学，也不过台北市有家长发现，厝内的这个国小囡仔在写作业的时阵会头晕，怀疑是作业簿的这个甲醛超标。有这个怪病是生字基数练习的簿啊。台北市的教育局讲，已经接到真侪家长来反映，虽然印刷业者是有提供学界的这个检验证明，也不过这批拢总28万本的这簿啊，即马呢，即马先暂停停用，才全部送去检验。台中市一名热心男子，在2018年骑刀啊，弄入去一间齿科一个诊所要找小妹，煞杀害着医生，甲伤害两名医护人员。经过一二审甲经一审，拢认为嫌犯虽然有失格失调症，也毋过有教坏可能，判处无期徒刑。而最高法院16日驳回检方甲家属的上诉，确定维持是无期徒刑，或许这出来人是真歹接受。提标语站在台中高分院头前，过身的齿科医师王冠中的太太表达对司法无助和抗议，因为最高法院16日驳回上诉，台西齿科医师的姓68人维持原判。违法的凶手可以假冒精神疾病逃避死刑，他假病，可是守法被杀的被害人却没有选择活的权利。2018年5月，姓赖18人走去小妹上班的齿科诊所要找人，过程中台视齿科医师王冠中，佮杜上2名护理师，经过一二审，拢判无期徒刑。台中高分院第一经一审也维持无期徒刑。检方佮家属上诉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认为经一审的判决理由佮量刑无违过，16日驳回上诉，无期徒刑定案。因为受到视觉失调症的影响而产生杀人的动机，被告他也不是惯于使用暴力的人啊，也不是完全泯灭人性，犯罪后啊也不是完全没有悔悟之心。我们要的就是一个简单的医师职业的安全及社会安全网的建立。相关的医师工会批评医疗暴力被合理化，医师的太太无法度接受。虽然有提出台中临终的精神鉴定报告，认定伊杀人时阵无受时间失调症影响，啊，不过也是无被法院接受。反后态度阁是被认为严教化，甲无明白人性。所谓的可教化的标准，其实在法律界其实没有，一直都没有一个定论，那也没有一个官方的一个标准，然后导致说有时候民众会觉得无所适从，到底什么时候是可以教化，什么时候是可以不可以教化。俄罗斯警方敢那用犯罪了后的态度判断是不是严教化，难免是法官的自由心证，死刑出关也正做是价值观的选定，失去司法公正，应该建立标准化才有方向通行。记者综合报道。荷兰的阿姆斯特丹的梵谷博物馆展出和苏宁家族收藏100多吨的这梵谷手表练习画作。用线条做一个手表作品内底，会当看到一个查甫人用手铐制作伫个腿面顶，而且暗着面。这是荷兰阿姆斯特丹的梵谷博物馆在当第16日展出的新作品，名号做真甜腿。It's a new drawing, added to his oeuvre, as of today. It's a drawing he made in The Hague.In 1882, in November, and it's part of a series of a long series of figure studies and model studies that he was working at the time, and it's an old man sitting on his chair, thinking over his life, worn out.
根据了解，这部作品是苏秦收藏家的收藏之一，是1900年到1910年得到的。经过家族世代相传保存，这位收藏家向博物馆请求鉴定，看这幅图是不是梵高所画。在研究梵高作品真侪年的资深研究员梅登多普，根据画风和材料，是用粗木工铅笔加品质不好的水彩纸，认定有符合梵高早期在海牙的作品特征。特别是画后壁阁有派去的痕迹，推测有可能是用淀粉甲画纸粘在画板，这拢是梵高在创作时阵的习惯。严格甲这幅图真小型的画有真侪个。梅登多普推测这是梵高在训练家己的人物画图技术。But after his first campaign in The Hague in the summer of 1882, he discovered that he lacked the ability to paint people. In order to be able to paint people as well.He went back to the drawing board, you might say. So it's literally back at drawing figure studies, and he made hundreds of them after in the fall of 1882. 这幅图过去唔好公开，好丁丁是后来梵高有名的画《英魂之门》的草稿。正经伊的画拍卖拢超过1000万欧元。那是这幅图博物馆今麦无法度定出介绍。虽然博物馆内底已经收藏真修行的作品，这幅新的素描电视作品有关的技术，在馆内展出到明年的正月初二。公司新闻台是董平玉。但是气候方面，咱来看各地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高的温度是34度，上低温度是26度。中部地区上高的温度是33度，上低温度是25度。南部地区上高的温度是34度，上低温度是25度。南部地区上高的温度是32度，上低温度是25度。华东地区上高的温度是33度，上低温度是26度。感谢你收看今日暗时新闻，明仔再同一时间，咱再会。